从西边的小马场到东边的西坝河，从隐藏在居民楼当中的一点点的彩虹的灯光，到可以照亮生命的在全世界的天空当中闪耀的星光，从五家北京的机构一起成立的北京同志文化活动中心，到和100家同志机构共同为了中国的同志人群而努力的北京同志中心。2018年是北京同志中心成立的第10个年头，这10年我们共有7位执行主任，32位全职和兼职的员工，1000多位志愿者，共同组织了大大小小3000多场活动。在这10年当中，我们一直秉承着合作的核心价值观，不断地向外拓展同志友善的盟友，先后发布了4份权威性的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同志相关的学术报告。我们首创了全国友善的心理咨询师培训，为中国同志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。我们也首创了跨性别领导力培训、全国跨性别热线和跨性别友善的医师一起，和其他跨性别机构和个人一起，为中国的跨性别的朋友们创造一个更加性别友善的社会环境。在这10年当中，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报道无数，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了解中国同志社群，时还象征着轮回和历史的转折点。回看中心这10年的工作，在第10个年头，我生发出了非常朴素的愿望，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，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做自己，相信自己有爱的权利，有爱的能力，可以正大光明地去爱人。我们值得被爱，被祝福。我希望北京同志中心可以和其他同志机构以及盟友一起，让更多的人不必戴着面具生活，让更多的人不必假装不存在歧视，过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生活。北京同志中心将会成为一个平台，在这里我们会与真实的自己相遇，我们会与相信改变的自己相遇，我们会与有着共同理想的他人相遇，一起成为改变的那一部分。下一个10年，中心需要你，从我到我们，让改变发生。北同10年，我们一起见证改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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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北同10年，让我们一起见证改变。北同10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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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起见证改变。加油啊！